OK，很少。但之前我玩的时候，有个人带我，就说他是用跳过去的，好像也用那种 bug。啊？他哪是有里？个地，Boxio，Boxio，哎，他在吼 Box 哎。哇，这也太隐藏了吧！哦，在啊，这他是怎么发现的啊？这里就这里，诶，这里，你们要来看吗？这里，然后直接跳过去，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到下一个地方了。你可以跳过去，那个你要往右边，往右边一点，哦。然后往对面跳。像我这样子，就过来了。然后我们就我来来到试试这边看。啊，完全不用经过那个门，根本不用开。懂意思啊？其实这个算 bug，bug 不哎，我爬过。不上去。你好像没有说多好的效益啊？你们怎么跳的？对，因为这边其实也只有三个敌人而已。我只能跳底下那一层哎，你们怎么上去第二层？你还是要清光，因为要去看有没有迹象。要要，我们如果在后面打装备要。哎，过来了。